再加细脚，是不是？洗不洗都一样，不用洗，不要动啊，放松就好了。你看这厚啊。 真的差距是这，老了，就给他们教教哎，教教教。你厚，嗯，小了就长新的了。它带有那种药，要是能拿点药往外丢就行了。你看，这厚的我它，是不是？它这脚趾盖不厚，太厚了，它这没啥角度。你看。 还不错，它这不好，也有指甲线的吧脚，我的厚，你这你洗把脚，我洗把了，洗把也给剪了，我这就是这脚，那脚是回指甲也好，等一下哈，你给他剪吗？你们剪不剪啊？回指甲穿上它穿上了，它就穿上一个脚，两个脚都不穿上啊。 一个脚，老子你把刀都穿了，一个对点五，借把脚不麻烦我命了。我借就。看见没有，他这指甲，厚，越厚越长。不够，听不见。嗯嗯。听不见。老张工，老张工啊，你教不教？洗脚，洗脚，俩脚盆子上水洗脚。 哎呀，这不用教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用教，他自己教过了，这就这几个老人吗？还有其他人吗？有，老人多，有。 反正有这也没教，现在准备这不能拿来，也别那厚，拉吧咬啊，那让人拉吧，拉吧咬啊，哎，你叫你叫，我不叫他，哎呀呀呀，啊，就跟院长说的，给拉吧咬啊，也得，反正就行，你可以，去，给院长说一声，拉吧咬啊也得，这叫你别过来，屋里有人吧？有，有没有厚的指甲呀？再拿我看看，是吧？ 有点疼是吧？一点点，马上就不疼了嘞。你这个脚趾甲这里啊，它边边嵌肉里面太深了，是吧？对，老皮。 马上就得了。啊，你不能动。不能动，但我记得都记了。修好了，马上就可以了。给你那些老皮套套，知道不？现在一个就是那个修脚户，是的，这个他们就是。
没什么修的，他这个都不是一般。你脚脚看了，脱了看啊。不会脱。嗯。不会脱。脱了看看，剥不剥？剥了剥了不脚了，后脚在这后脚脚脚脚躺着，你们看。嗯。这个包人啊，是不是？来来来。